臣明白了，你不愿做这执旗之，朕便来做这执旗之。陛下恕罪，臣失言了。督公要是无事，就先回去吧。陛下，臣还有一事相求。说。请陛下降旨，准臣去边关收郑国公兵权一事。朕不准，还要朕说第二遍吗？ 臣谨陛下听我说，臣有两个请求：一，若是臣死了，请陛下不要迁怒于云娇，让他继续留在镇国公府就好；二，若是臣完成任务或者回来，还请陛下让云娇远离京城，从此天高海阔。朕凭什么答应？凭陛下与臣当年的约定。 陛下给奴才权力，助奴才平步青云。奴才还陛下差案报仇，助陛下实现天下太平。这是在跟朕做交易？奴才愿意当陛下的刀。朕若是允了，将来的某一天你要爬到朕的头上来，当如何？刀藏，人亡。朕希望你记住这个"藏"字。遵命。那从今日起，朕赐你和镇国公同等特权。 可带刀上殿面上，并准你阵前不跪，这样百官定会对你更加忌惮，日后查案定可畅通无阻。谢陛下。陛下不说话，臣就当陛下准了。臣叩谢陛下隆恩。 陛下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慕容藏呢？听说你掌握了镇国公府法的证据，朕想来亲自问问你，证据在何处？慕容藏在哪儿？除了他，我谁都不会给。云娇，你和慕容藏不会再见面了。你是他仇人的女儿，你觉得你们两个有以后吗？ 云娇不明白你什么意思，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任何物证，镇国公都不会认的，唯有你是他唯一的软肋。带走。 慕容藏，此去关外，是我一个人的选择，一个人的私事，兄弟们不必跟着。这些银两。 是我府里存下的，兄弟们若不嫌弃，就拿去分了。自此，我慕容藏不再是各位的督公。
各位的主子。你们就此散去，天高水远，各自珍重。里边到底什么内容？不让我藏在哪儿，除了他，我谁都不会给的。他在哪儿？他不会见你的，他想杀你还来不及，怎么可能想见你？胡说！把他怎么样了？你也不想想你自己是谁？镇国公和慕容藏是血海深仇，他怎么可能会喜欢你？说，现在哪儿？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说！住手！混账！滚！是。若瑟。娇儿，我是你爹啊！我这就带你回去。住手！镇国公大人，您这是要劫狱啊？陛下言重了，老臣不敢。那镇国公来此是有何意？不知小女人犯了什么错，她一个弱小女子如何能承受住如此酷刑啊？如果她有错，老臣愿意替小女承受此刑。国宇郡主发现了你和先皇后书信的种种，里面详细的记录了你和护国公当年偷换龙嗣，谋害先帝才人，污蔑太医穆姻缘，并屠戮穆氏三族的经过。但这证据被他藏起来了，硬是不交。镇国公，你说朕该如何处置郡主？或者说，朕该如何处置你？陛下定是听了奸人的谗言，小女冤枉，老臣更是冤枉，还望陛下允许臣先将小女带回去医治。住手！陛下，看来你今天是要跟我有个了断吧？镇国公慎言。镇国公，你要不来自己看看，或者我把这些丢进这火盆里。你存了这么多年，眼睁睁地看着我母亲的字迹被烧掉，一定会很心痛吧？陛下，住手！陛下，住手！住手！还望陛下不要再对小女任用酷刑了。好。
陛下，你长大了，你确实是长大了。不是朕长大了，是朕国公教得好，杀人要诛心。是，是我教你的。如今看来，你都已经学会了。朕国公，这些物证，你认还是不认？我认如何，不认又如何？你若是认了，一律当斩。朕念你劳苦功高，可以赐你自尽。你若是不认，那么国宇郡主便是伪造证据，污蔑当朝国公，死的人自然就是他了。妹妹，自从你走了以后，我就没有快乐过。只有再见到云娇的那一刻，我才重新有了幸福的感觉。也许这一切都是命啊。臣慎罪。逐风似雨歇，猜不透水花镜月，碰撞的两朵云终成雪，洒落飘过今年。落笔怪枝断情绝，恨聚散无缘，诉不完这一场。